43届韩国放送大奖颁奖典礼在首尔举行。韩国放送大奖是对一年来各大频道所播出的节目进行评审，并选出优秀的节目、艺人及幕后人员以资鼓励。这天获得中短片电视剧部门奖的《为太阳的后裔》，她很漂亮两部作品。중단편드라마 TV 부문공동수상입니다 KBS 공사창립특별기획《태양의후예》MBC 민시리즈《그녀는예뻤다》。而获得长篇电视剧部门奖的则是《六龙飞天》。장편드라마 TV 부문 SBS 창사25주년특별기획용용이나르샤입니다。现场担任颁奖嘉宾的包括蒋敏赫、孔申妍、全孝信等艺人，一出场也获得满场的欢迎。네안녕하세요강력입니다네안녕하세요홍승현입니다네안녕하세요박상현입니다네안녕하세요정성입니다现场更是演唱了多首韩剧的主打歌，包括《太阳的后裔》、《她很漂亮》和《龙八姨》的配乐，精彩的表演让现场观众都听得如痴如醉。Sorry.